是雅典娜在上海的秘密实验室，藏有博士失窃的实验品种。我们特来查处。这怎么可能呢？啊，什么失窃的实验品种啊？我是闻所未闻呐！哎，再说我这儿更不是什么秘密实验室了。东少啊，您是知道的，这几年我一直跟小甜秘书长合作做生意，我干嘛要放着很好的日子不过去偷窃什么实验品种啊？啊，我也不明白。 老板，怎么了？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赶快给我打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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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
游戏开始了。
你为什么不分青木灶把这打我？你没看见仓库里边全是鸦片啊？什么？江老板贩卖鸦片吗？是，气死我了！你简直……赶紧去找陈诺，他被小田追杀呢。等我。小田在附近。陈诺为了引开他，故意被他发现的。放心吧，陈诺会安全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小田马上就要到这儿来，这个仓库的幕后老板就是小田。 你们去那边找，快点！刚才的爆炸声是从江氏仓库传出来的。哎，是天君左手边第一家那个江氏仓库吗？就是那里。我听说江老板财大气粗的，仓库里养了二十多个大手。那你说他仓库怎么还能被人炸了呢？好像说是日本人来炸的。哎。 那我怎么听说那个江老板是给日本人做事的？这我也听说过呀，可能是分赃不均得罪了日本人吧。哎呀，这仓库里呀，报告，什么都没找到。你说他那仓库怎么还能被人给炸了？你们两个到附近的仓库再找找，我去天区再走一下。是。 一早好好的，事突然之间这样了，怎么这么多日本兵？这么多日本兵，直接拿把一顿劲儿啊！是吗？就这样，我也不知道，我刚过来，可能得罪什么了吧？得罪日本的，那没你们那么多人在外面站着，为什么不进去救火？先生，那里面死了那么多日本人，而且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，我们谁也不想进去惹火上身呢。就是，八嘎！日本兵。 纳兰让我先回来报告情况，他自己去追雅典娜的成员了。雅典娜的核心成员到了几个，两个都蒙着面。因为当时交战双方的间隔距离比较远，所以没看清楚他们的样子。幸好，当发现他们在转移试验品种时，纳兰和我追了出去，不然发生爆炸的时候，我们俩也会被困在仓库里。为了消灭敌人，宁愿引爆实验室。 共军确实干得出这种事儿，不过，我现在担心的是纳兰的安全。你应该跟他一起去的，这样万一有什么事，也好有个帮手。是他说自己一个人能应付得过来，他怕时间耽搁得太久，大佐在领馆酒后，所以才让我回来先报告。 大佐没有其他事的话，我先回秘书处了。去吧。纳兰宫呢？他是奉了你的命令，去江氏仓库的吧？秘书长这是怎么了？冲过来招呼也不打，张口就是江氏仓库。你知不知道，江氏老板是我多年的朋友，我赶到现场的时候，只见到他最后一面。那时候我才知道是纳兰东带着士兵干的。你多年的朋友？那你的朋友有没有告诉你？
他暗中跟雅典娜有来往，他的仓库用来改成了雅典娜的实验室。这怎么可能？两名雅典娜核心成员趁乱带走了试验品种，纳兰君就是因为去追他们，所以到现在都没有回来。你要是不相信的话，可以去问问琉璃子，他就在现场。是的，秘书长大人，我回到码头的时候发现你们都不在了，就去找你们。经过僵尸仓库时也参与了枪战，我亲眼看见两名雅典娜成员带走了实验品种。那又是谁把仓库给炸了？当时我们看见雅典娜的成员带着实验品种跑出仓库，我和纳兰都追了上去，刚追到门口身后就发生剧烈爆炸，所有士兵都没能出来，所以情急之下没有看见是谁引爆了炸弹。秘书长现在相信了？我倒想问问秘书长，带着军部的人去码头干嘛？大佐，刚接到报告，西岐贸易行的艾老板失踪了。什么？跟我来。嗨，对不起。大佐问我为什么会在码头出现，我只好告诉他，令你为难了吧？没有，反正他也查不到什么，随他怎么想吧。为什么江老板的事儿令你这么不高兴啊？这件事啊，我还是觉得有些蹊跷。明知道雅典娜跟我们是死对头，江老板怎么会跟他们有联系？也许他是被胁迫的呢。等我忙完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之后，我会亲自去查的。还有什么重要任务啊？陪你去百乐门见玲姐，商量我们的婚事。玲姐，这些礼物是我和琉璃子亲手为你挑选的。啊，谢谢。可无功不受禄，我怎么能接受这么多礼物呢？玲姐，你养育我这么多年，虽然我一直叫你姐，但是其实在我心里你就跟妈妈一样的。现在我要跟小田秘书长结婚了，希望能得到你的祝福。你要结婚？怎么这么快？已经决定好几天了，因为前一段时间比较忙，所以到今天才带琉璃子过来，回来再商量我们的婚事，也算是我正式拜会灵姐。琉璃子已经长大了，你决定的事情自然有你的道理，我就不多说什么了。你们准备怎么操办这场婚事？我想呢，就按照中国人嫁女儿的风俗定个吉时，到时候呢我在百乐门迎娶琉璃子，至于宴会呢就设在琉璃宫，到时候我会把宾客的名单交给你，至于需要多少人手、什么布置、花费多少，玲姐尽管说。那你们准备什么时候举办婚礼？我们准备三天之后。这么快啊，会不会太仓促了？不会的，玲姐，这几天我会和秘书长把需要置办的东西送来，三天时间足够了。秘书长，时间差不多了。嗯，玲姐，真不好意思，我还有公务在身，我要先走了。至于婚礼的事情，就有劳玲姐您多多费心了。那是应该的，秘书长公务要紧，您就请便吧。我再陪玲姐说会儿话，待会儿我自己回去。那好，你多陪玲姐，我先走了。去吧。小姐，你为什么突然就决定和小田秘书长结婚呀？因为有些事情迟早都要发生的，刻意拖延没有什么意义。你是说
小田他逼着你结婚？没有，是我自己愿意的。这是为什么？你爱他吗？你这样东少怎么办？你们不是千辛万苦才在一起的吗？你让他怎么接受这事实？孩子，这些年来虽然你不明说，但玲姐知道你跟日本人是势不两立的。从我第一次见到你，你那种坚韧的眼神就告诉我，你绝不是普通人家的女儿。所以这些年来你暗中跟日本人作对，我从不制止。你借着琉璃宫之便去接近他们，我只当没看见。甚至前阵子你说有事情要离开琉璃宫一阵子，我也由着你去。因为你聪明能干又有主见，你决定的事情一定有你的道理。但孩子啊，结婚这不是儿戏呀，这维系着你一生的幸福。不管你想借着跟小田结婚达到什么目的，但这种牺牲不值得。别哭，林姐，这些年来你对我的包容和疼爱早就超过一个妈妈对女儿了。即使出了青山的事情，你对我从来都没有一句责怪。可是我不允许自己再牵连琉璃宫，再伤害你了。我有我的使命，我去做的事情我自己承担后果。你让我离开琉璃宫吧。傻孩子，母女之间还说什么牵不牵连的？我就是担心你只考虑到外在种种原因做出了决定，却唯独没有考虑到你自己，将来你会后悔呀。不会的，我不会让自己后悔的，没有机会后悔。丫头，要不这样，咱们先找个借口缓一缓好吗？我们找东少来商量一下。不要，我不要让他知道这件事情，求你了，玲姐，你帮我保守这个秘密，直到结婚的那一天好吗？这怎么可以呀，我舍不得。丫头啊，再说你结婚这么大的事情，就算我们不说，东少他还是会从其他人嘴里得到这样的消息的，我们怎么可能瞒得住啊？不会的，小田、深谷、宫下他们个个都不想让他知道这件事情，他不会知道的，你别担心。这怎么行啊，谁来救你呀，我的孩子，谁来救你呀？什么事儿？欧阳长官，有位琉璃子小姐来找您。快叫她进来。是。你好。请坐。坐。看起来很忙的样子。都累得憔悴了。自从我升了治安部队管带，陶市长就把所有事都交给我办了。瞧你，大权在握，日理万机的样子。这不都是你想要的吗？终于做到了。你过得还好吗？你怎么瘦了？挺好的，可能是最近事儿多累的。何东过得开心吗？嗯，开心。你呢？我挺好的。我今天来是想看看无痕，你们俩怎么样？他好吗？他身体有点不舒服，回老家休息了。生病了？生什么病啊？就是腰扭伤了，没事，回老家休息一下，不用担心。你好好带他，那样我才不担心。我会的，他现在生活的地方又安逸又和平，不会再有别人欺负他了。
那我不打扰你办公了，我先走了。哎，问完无痕的事情你就走了？给我点时间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我今天没空，下次吧。我恳求你，就一会儿行吗？喜欢吗？这是你和无痕的家。这是我为你准备的家。这个洋房不大，但这里的每样东西都是我亲手为你布置的，我想也够我们跟小孩一起住。撤，你怎么会到现在了还有这种想法呀？我们俩早就结束了。你好好的。刘丽子，别走，我不相信你会这么狠心。难道你已经忘了我们之间开心的日子吗？已经忘了咱们的约定吗？平平淡淡却幸福美满，难道这些你都忘了吗？你别这样撤，你放开我。还是因为东，他这个人根本不值得你一往情深去爱，他还和深谷搞在一起，你要被他欺骗到什么时候你才能清醒啊？放开我，不是你想的这样的。撤，我即使今天不和东在一起都不可能跟你在一起，因为我们俩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。你所做的那些事情，我能理解，每个人在追求理想的途中都会有不同的方法和手段，但不能不择手段。我爱你，不管要付出什么代价我都爱你，你懂吗？我求你停止，到此为止。我求你不要再见面。刘丽子，我知道我是没有资格，但我求你答应我最后一件事情，可以吗？我想为你画一幅画，这样至少在没有你的日子里，我还能看见你的身影。少爷心情不错嘛，还在湖边拉琴呢，叫我来干嘛？从我的琴声里面你应该已经听出来了，自从被你骂了那么多次之后，我已经没有那么情绪化了。你想我了吗？少来。我想你了。我和深谷真的没什么，我那么爱国的一个人，我能去喜欢一个日本人吗？啊，傻子都能看得出来我在套取情报呢。你说我是傻子？你不傻，你傻能跟我在一块儿？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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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以后别随便跟我生气了，好吗？哎呀，现在毒剂实验室的事也解决了，我们又处理一个赚核心钱的奸商，现在除了密码本的事儿，其他的都很顺利。哎，但是最近我们又有了新的眉目，可能能从小天的口里面套取密码本的情报。再努力吧。
你的事儿都办妥了，无忧无虑了，所以就有时间老欺负我了，对吗？以后不许你老跟我发脾气，明天多凶，你知道吗？我哪能跟你发脾气啊？我那是在跟我自己发脾气呢，真的。以后啊，我一定会好好对你的，我会把我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你的身上，一定让你幸福。你骗人！我怎么会骗你呢？你有那么多的事情要做，你的世界那么大，你哪有时间理我呀？要是有一天我离开你了，时间长了，你会不会把我忘了？忘不忘我不知道，但是我不会让你离开我的。那就算我们能够在一起一辈子到老，那也有一天会有人要先离开这个世界呀。不管到什么时候，我们俩都会在一起的，我不会让你一个人离开的，即使真的有那一天我跟你一块走。真的？真的。你又骗我，那你不管你的特战队了吗？特战队，我们那时候都七老八十了，如果他们还跟着我的话，我们就打包一块把他们带走，到时候我们再生一堆小特战队员，好不好？你今天心情不错，这是你最喜欢喝的咖啡。真香，不过以后都得少喝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咖啡是刺激性的，对孩子不好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怀孕了，你要当爸爸了。孩子？我快有自己的孩子了？夏，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，我会当父亲了。撤，我刚想了，我要给我们孩子一个最正常、最平安的生活环境，嗯，让他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，就我们三个，一家三口。一家三口，不行。我不能放弃琉璃子。这什么意思？你要我以后怎么跟我们的孩子交代？难道你让我告诉他，他爸爸心里还有另外一个女人吗？你知道这样你的孩子会怎么想你吗？更何况他不属于你，他有他自己的爱人和生活，你这么一味付出，到最后你会一无所有的。一个不属于你的女人根本不值得你为他这样守候，你应该守候的是一个一直在身边陪伴你的女人。夏，我可以给你置办房子让你和孩子一起住，我也可以给你一笔钱让你和孩子丰衣足食，我可以给你我的所有的一切当做补偿。住嘴！我，你知道这一切根本不是我想要的，我需要你一心一意对我，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。别说了，我不能骗你，我的心还放不下，我不能背叛自己的心。如果你真的要让我选，我们可以分手。欧阳彻，为了这个女人你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要了，太狠心了，我恨你。来干什么？曾几何时我们通宵畅饮，喝酒聊天，谈理想，谈抱负，怎么会这样变成陌路人的样子？陌路人？恐怕不止吧，咱们俩还是仇人。
你忘了你杀我姑父，你来找我就不怕我杀了你？怕，但你姑父不是我杀的，你怎么就凭几个长相相像的手下就认为我是杀人凶手？那简直是可笑至极。我知道我们俩是因为琉璃子的事情有了许多误会和伤害，可我们是男人，是兄弟，真的要为一个女人反目成仇吗？你来找我就要说这些？好了，我听完了，你可以走了。我今天来是有另外一件事情必须告诉你，这跟我们的恩怨无关。什么事？我想拜托你照顾夏。什么？她怀孕了，她要生下孩子，我不在她身边，请你照顾她。你对她做了什么？说。是我对不起她，我没办法给她想要的，可是我不可能放弃对琉璃子的爱。如果不能跟她在一起，那么我跟死有什么区别？你这个混蛋，在说什么？这个混蛋，我打死你！杀了我也没用，这样余下会更痛苦。我什么都可以给她，就一样不行，那就是我的心。你这个无耻的混蛋！我告诉你，你始乱终弃的抛去夏，还想要刘六子重新回到你身边，你简直是痴心妄想！我告诉你，你马上把夏给我接回去，马上跟他结婚，否则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生不如死！够了！你有什么资格来指责我？对夏始乱终弃的人是你，不是我！我从第一天开始我就告诉他，我的心里只有琉璃子。他知道我不爱他，是他自己心甘情愿陪在我身边走到这一步的。你才是朝三暮四左右逢源的混蛋！你伤害了夏还不够，你还要欺骗琉璃子的感情，让他对你执迷不悟。在感情的世界里，爱与不爱没有对错之分，但唯一错的那是欺骗。这无耻的骗子，你竟然还有资格在这叫嚣！我今天来是告诉你他的情况，你愿不愿意帮他那是你的事，不会改变我跟他之间的关系。这个是他的手帕，记得还给他。深了，你怎么还没睡？你不也是还没睡吗？怎么哭了？别这样，让人心疼。你什么时候也开始关心起我了？我一直都在，从来没有离开过。是啊，十年了，你这个朋友一直都没有离开。
东，你这么折磨你自己，不也是折磨肚子里面的孩子吗？你也知道，他来找过我。那他说什么了吗？他是爱你的，他只是暂时不能照顾你，不能跟你在一起，但是有一天他会明白，他也会回来的。他还说什么？他让我把这个交给你，你会明白的。啊，我要去了。是这么狠心，那么绝情，我把我的心都给你了，你却把它给毁了，摔得粉碎。我做错什么了？我什么样的报应啊？夏，你什么都没做，这不是你的错，这不是报应，这只是一场劫难，一定会过去的，会过去的，好不好？我不需要你的安慰，你算谁呀？一个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。你杀了我的心，好，不如连我这里一起杀死，我死给你们看。夏，让我死，让我死，夏，我死，夏，我死了就一了百了。你别叫夏，夏，夏，让我死，夏，让我死了再也不痛了。夏，你们谁伤害不了我？夏，你别叫。夏，我求你了，别这样，乔宝。夏，我求你了，你没有错。每一个寻找爱情、渴求幸福的心都没有错，甚至连他，他也不想骗你，他只是忠于自己的心，他也没有错。你告诉我，你错了。是老天安排我们安排错了，他安排我们四个人在错误的时间碰到了错误的人，我们一路走来。碰到了那么多的痛苦和劫难，如果一开始我们碰到的就是对的人，你碰到之彻，我碰到的是琉璃子，也许我们到现在都很快乐幸福。但是即便上天安排错了，我们怎么能选择去死呢？也许老天就是要故意给我们看，没有刻骨铭心的痛，怎么证明我们爱过？怎么证明这就是爱？上天在历练我们，要我们通过苦，认清什么是真爱，然后用我们的生命去好好珍惜，好好维护。只要生命有一天还在，爱就在，他没有走开，明白吗？知道我没有离开，你知道我没有离开，谢谢你的。